耶，又找到宝了，昙花兰，好好记录一下吧。帮你清干净，这里也有，还有这个，但还没长出来。哦，好开心哦！这不知道要拍多久了，还要回家。这是卸掉了哟，还没长，那还在包里面。这里有开的，这里有开的，把它包在一起耶，看不到嘴巴，看到了吧？丢丢这几回。再拍一次，上面这一包有七朵花，下面那一个还有一个，怎么样？然后中间有两个连在一起，是吗？中间有一个黑点，这里是两个对，一个两个绿绿的，后面保护的其实是两个花，然后外面有五个，怎么样？有五个，好像。好像是顺时针螺旋这样，有没有？五个包住中间那两个，哦，够注意的。你看，真的哦，转圈圈开，转圈圈开的样子。你看，来看一下哦，什么？第一个，这个是转圈圈开的那个花，然后我们围着它转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哦，开向这边。真的很像螺旋，对不对？好特别哦。然后第三个开这边，我转过来。然后第四个开这边，啊，第五个还没开啊，第五个在这头。哇，好特别哦。五个包两个，然后最下面还有一朵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七仙女，啊，下面另外还有一朵。像它周遭的环境，昙花兰在哪里啊？五包二，下面有一朵，然后旁边还有一朵。它周遭的环境有比较大的树，反正全部都被遮住了，就对了啦，对不对？它的阳光全部被遮住了，原来会长在这种地方，那看起来好像很亮，其实那里应该算是比较暗的。哎呦，看怎么变这么白？胡搞！咦？这是断掉还是怎么样？那本来是会开花吗？两个啊，这边也有两个。像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断掉，是要抽花茎，还是怎样？被吃掉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花被吃掉还是怎么样？这是什么呢？